这座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宏伟建筑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和旅游者。朝圣者对这座殿堂顶礼膜拜，寻求着心灵上的安静，表达着对生活的祝福。 布达拉宫坐落在西藏首府拉萨的红山之上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布达拉宫海拔3700多米，占地面积为13万多平方米。布达拉宫共有13层，主楼117米，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、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。 白宫和红宫是构成布达拉宫的两大主体建筑群。白宫是达赖喇嘛冬天居住的宫殿，红宫主要是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和各类佛殿。红宫内共有8座存放达赖喇嘛法体的灵塔。 布达拉宫顺山势而建，群楼重叠，给人一种拔地而起、气势恢宏的强烈感受。从外观上看，它将红、白、黑、黄四种颜色结合在一起，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，又体现了一种令人为之震撼的和谐之美。布达拉宫。 展示着藏民族古典建筑艺术的风格特征和辉煌成就。